會聽過呢、這個女歌手。咁啊嚟緊咧，今個月誒有就開始小 concert。我自己個人好好中意佢 style， 因為佢係一個喺即係台灣入邊，即係可能係幾有幾有名嘅一個 indie 嘅歌手。佢主要玩啲即係流行 jazz 啦，咁然後佢又玩啲主要係最搞笑就係佢好中意玩啲好復古嘅 style， 即係可能睇 MV 嘅時候會見到，佢成個啲90年代嗰啲衣著咁樣咧，好搞笑，成個都～幾次唱到即係佢係第一次出嘅一首原創歌，咁啊叫做《為愛西點》。我講都話都冇嘢講，出神入化，咁跟住佢仲有其他嘅，即係其他作品。
你之前有啲嘢什麼？雨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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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雨
Shut up.
上次，我因為太耐冇唱，所以就唔知點樣就咁啊。今日揀嘅都係揀咗個呢個。咁呢首我覺得係因為我聽呢首歌嘅時候，嗰個感覺都幾大嘅。有時呢段時間咧，你去聽嘅時候，你聽，可能聽成全呢兩個字啦，你已經再唔講一啲親戚朋友嘅嘢，可能係關於身邊嘅人啊，或者有多好，或者你唔識嘅人啊，但係有相同語言嘅一啲朋友啊咁所以呢段時間都有拍咗個劇集嘅啦，呢首歌。咁覺得佢同原版嘅唔同嘅就係、原版佢係有一種釋懷嘅一種成全嘅，但係不過玩呢個版本係自己更加普遍嘅，係一種好放低啊。Yeah.
成全小弟嘅，嚟自咁簡單嘅版本。Thank you， 係啦，講開呢首歌，呢個版本幾好，大家可以聽下，係一個演唱會嘅改編版嚟嘅，咁啊，介紹大家聽下啦。咁啊，跟住呢一首歌咧，咁係唱開兩首啦，大概。咁呢首歌我覺得都係一首幾正嘅歌。
時間差不多了，那我們其實 Talkvita 呢，我們每一個月的最尾的一個星期一呢都會有一個這樣的 session 啦，有些 live music 啦，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裡的都可以來支持我們這裡不同的音樂朋友啦，你都可以留意一下這裡的 social media 啦，或者可以 follow 我們的 Instagram 啊 Facebook page 啦，我是 Lucy。